一样，每一次聚会，上帝在他的宝座前，他都双眼哦正在看着他的孩子。我们的孩子今天来崇拜，来到这个圣所，他要来敬拜我，他要来听我的话，他要来亲近我。我的爱今天早上就要充满他们。上帝正在看着你们，弟兄姐妹，你不要以为你坐在角落，上帝都不知道。上帝爱每一个，没有让一个失落的，没有轻看一个。上帝爱你们每一个，你有需要，你祷告，啊、哦，一边听到一边祷告，一边来认罪，一边来回应上帝。上帝与你们同在，上帝的话今天要充满你，阿门。告诉你旁边的说，上帝的话要改变你的生命哈。上帝的话要改变你的生命。好，感谢主哈，我们来听，我们一起来读这四个字哈，一起来读好不好？人人有责，有责，再一次好不好？人人有责，好，人人有责，人人有选择哈，不是人人有责任的责，好，这是人人都有选择 ，OK？ 你有没有选择啊？有哈，无论你做事情，做什么事情，你都选择买衣服啊，买裤子啊。啊，做生意啊，结婚都是做选择嘛。啊，但是你相信吗？有一些是命中已经注定，那个说命中注定，命中注定是的。有一些事情是命中注定，虽然人人都有选择哦。所以我今天要看人哈、哦，的确有人的命运和人选择的自由，都是逃免不了的。什么是人的命运？很简单来说，就是你的母亲是谁。谁生你呢、哦、你不能选的、哦、我要成为美国人、哦、请我要选美国人来生我、哦、不可能啊 OK， 所以每个人出生在哪里什么时候、哦、是战争的时候是和平的时候、哦、是贫穷的时候我们没有的选择，所以这个是命中注定、哦、有一些人出生、哦、他就有一些缺陷、哦、缺陷、哦、可能看不见、哦、行动不方便，有一些是这都是命运哈，这只是命运，但是是不是就这样子定了我们的一生哈？绝对不是，哦，绝对不是。所以我们华人很相信，我们华人哈很相信这个命中注定，而且我们华人所相信的这些命中注定的是消极的。哎呀，我命中注定就是有这个灾祸，我命中注定就是我的孩子这样子，我命中注定就是不能够读书。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啊、哦、可能你会有这样想、啊、但是我告诉你并非如此而已、哦、其实人还有选择的自由，人可以选择什么呢？很简单，受教育，大家说受教育，受教育、啊、你要读书，读书是一个选择 OK， 许多父母、哦、很喜欢判断他的孩子，哎呀我的孩子没有这个读书的命，我就打欠你命啊，所以孩子把这句话听进去了，他相信，他就觉得自己真正没有读书的料，没有读书的命，他就放弃了。其实不是这样子的，其实人可以选择，人是有选择的、哦、所以不要全部怪命运。然后有一个妈妈，好、哦、妈妈，她拿着她孩子的成绩单，哇，她的孩子的成绩考得很差很烂，所以她就在那边喊，哎呀天哪，到底我前世做了什么错事，所以我的孩子考试这么差。他孩子就跑过来安慰妈妈，妈妈我会原谅你的妈妈我会原谅你的、啊、是不是、啊、是不是因为他前世犯了什么错，所以他孩子成绩很差？不是啊，所以人有时候就是很迷信、哦、所以有命运全部都是把他怪罪于命运，其实不是嘛，孩子不读书成绩差是他的选择，你有祷告我知道，我最后还是这个孩子要不要去选择，是选择的问题、哦、所以有一些人就怎么样，他说哎呀这世上充满了灾祸，这么多人跳楼，这么多人去抢劫杀人，如果这个世上有神的话，为什么神不去阻止他们、啊、是不是是这样子吗？其实不是嘛，不管是跳楼，不管是欠钱，不管是杀人放火，这些犯罪的事是人的选择来的。今天你信了耶稣，你选择从上面跳下来也是照样
死的啊！你不要以为你信了耶稣，从上面叫他就什么事情啊？你犯罪哦，同样的要受到报应。OK， 所以人是有选择的。好，我们来看，我们来读这个经文哈，《创世纪》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神说，神说，我们要造就我们的形象，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，使他们管理海里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树木和全地，并命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了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人。阿门。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？上帝创造人类，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，所以神像我们，我们也像神的。就不管你喜不喜欢，上帝创造了你，这就是命中注定。好，上帝创造了人，使人能够管理这世上他一切所创造的东西。好，所以人是有管理的能力，是没理智的，人是掌权者，是上帝赐给我们。啊，更重要的是，这是上帝创造了我们，所以不管你喜不喜欢，上帝是造你这个样子哈，造你这个人哈，造你是男，造你是女，这是命中注定的。我们来看，上帝造了人，然后怎么样呢？一起来读，耶和华。耶和华神他造了人，把人放在伊甸园。大家说吧，大家说伊甸园。伊甸园，伊甸是一个天堂，是一个很好的地方，没有死亡，没有咒诅，没有病痛。神造了人，把人放在那里，没有预说，没有预备说要让人去受苦、受灾难、受灾祸了。伊甸是一个好的地方，是有神的同在的地方。然后神怎么样呢？他又给人有自由的选择哈，他说园中，园中这个各样树上的果子，你可以随意去吃，只是分别三个树上的果子，你都可以吃，你吃了，你吃的日子一定会死了。所以人，上帝造了人，他给人有这个自由的选择。所以神造人的时候，是一切都美好的。如果你读圣经的话，你知道为什么今天人类陷在咒诅里面、罪里面、病痛或者死亡，是因为神造了那个人啊，这是我们的祖先啊，亚当和夏娃，他们选择了吃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所以死亡临到这个世界，病痛、灾祸、灾难临到这个世界。所以你看，今天你遇到问题，经济困难。孩子不听话，生病、死亡也好，这一切都是因为人选择而造成的后果，不是上帝要使我们受苦，所以我们不能够怪罪于上帝。所以命运与选择的自由，其实命运也是在我们手中。上帝本来就是要我们过着好的生活，但是人把自己的命搞垮了，让死亡的咒诅进到这个世界。来，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11:3，一起来读。我所把人的性子错过于邪，是因按照基督所信邪的心，就像蛇的诱惑。是的，在圣经里面，保罗他警告、警惕教会，哥林多教会说：“我怕你们啊，你们心偏向邪，就失去了像基督那清洁的心，就像蛇怎样用诡诈来诱惑夏娃一样。夏娃是上帝所创造的女人，她的心偏向邪了。今天为什么人会遇到灾祸？因为人的心偏向邪，选择了这个。”善恶的果子吃了，让死亡进入这个世界。所以今天我们信了主后，
我们不要以为哦已经平安了，我们还是要面对许多选择的挑战。如果今天你选择你的心偏向邪，就像夏娃这样子背叛上帝，我们的后果也是会掉入在这个咒诅里面。如果你有读圣经的话，你知道哦，上帝已经警告造了人，他警告说人啊，你不可以吃这个分辨善恶的果树，不可以吃，你吃了你会死。但是有一天哦，魔鬼来了，圣经记载啊，蛇啊，魔鬼来了啊，魔鬼来试探这个叫做夏娃女人，世上的第一个女人，说哎呀，夏娃，神真的告诉你说这个院中的这个果子你都可以吃吗？夏娃说是的，院中的果子不可以吃，除了一个，就是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，吃了会死。魔鬼就来了，夏娃不一定会死的，不一定啊。魔鬼就是用不一定使到人跌倒，夏娃就怎么样，哦是的，不一定会死的。然后魔鬼说什么，哦，你吃了这个果子呢，你就会分别善恶，好像神这样子，哇，很厉害！哇，夏娃就想，哇，我要像神那样子厉害，啊，我要吃。结果真的吃了，还拿给她的丈夫亚当吃哈、哦。结果死亡的咒诅病痛就这样进入了世界，是因着人选择，人的心偏邪了。哦，所以今天我们就要保守我们的心。清洁来到上帝的面前，又要带着一个不正不义的心，要带着清洁的心来到他 上帝的面前。所以你看，当人的心偏向邪的时候，这个世上你每一天看到报纸，就是很多的灾祸，很多的问题，人都在思考一个问题，到底神有没有看到，为什么这世上那么多灾难，属那密地震，哇，杀人放火，哇，抢了就奸了，真的是很多不义的事发生在这个世上，太可怕，因着人选择所带来的后果，不是上帝要这样规划的。你还记得上帝用六天创造宇宙万物，然后才把人放在里面，上帝已经预备了全部东西，太阳、月亮、月亮、地上万物，预备的好一切才把你放进去。上帝很清楚我们的需要，他没有漏掉一样不给我们，他先预备好全部才把你放在那里面，放在这世上，让我们可以满足，让我们得到供应，一切的供应，这是我们的上帝。所以今天我们要选择，我们要学耶稣选择的榜样。但是说耶稣选择的榜样，耶稣选择的榜样啊，耶稣他来到世上不单只是讲道而已，他自己亲身也立了一个榜样。圣经说耶稣他从天来到世上的时候，他还没出去传道之前，他被圣灵引导到旷野，但是说旷野，旷野、啊、在旷野呢做什么呢，禁食祷告40天，40天在旷野里面禁食祷告。按人的逻辑、哦、和科学，不可能人40天不吃不喝还活着，3天不喝水就死了，更何况40天。但是我们的耶稣他怎么样，他选择这一条道路，他选择受考验，他也选择不听魔鬼的试探。所以耶稣他来到世上他受考验、哦、他立一个榜样，就是要我们去学习他，不要在苦难的时候选择世界，选择魔鬼的话。所以呢，耶稣基本上来到世上，他要代替亚当和夏娃之前所做错的选择。之前亚当夏娃这是因为引诱选择了，做错了选择，得罪了神。所以耶稣他今天来到世上呢，再次代表他回去那个选择哈。所以圣经说什么呢？那试探人的人进前来，那试探的人就是圣经所说的魔鬼。他对耶稣说什么？你若是神的儿子哈，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。但是耶稣却选择说什么？回答说什么呢？经上记着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饼食物，
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。耶稣选择当他40天很饿的时候，魔鬼来试探他，选择敬畏神，没有听魔鬼的引诱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怎么样选择？以前我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不明白，哎呦，耶稣他是神来的吗？神应该不会饿，40天没有吃也不会死，哎呦，不公平了、但是耶稣他虽然是全是神，但是他来到世上他是带着人的肉体，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的手流血、脚流血，流到完了、然后死、流血致死，失血过多而死、耶稣会痛会饿的，40天没有吃，但是他选择什么？依靠神的话。所以你魔鬼怎么样？魔鬼不断的就是要试探人，包括耶稣他也要不放过，连神他都要试探，你知道吗？魔鬼试探耶稣说什么呢？你把这个石头变成饼，也就是说耶稣他绝对有能力把石头变成饼，变成食物，所以他才魔鬼才怎么样试探他？你有没有经过试探？魔鬼在那里滚人，请你把椅子变成美金。你没有吗？因为你不能变嘛，魔鬼引诱你。这什么？这是耶稣他有这个能力吩咐石头变成食物。其实你知道吗，当人有这个能力的时候，他面对的试探是很大的，可能把石头变成食物对你来说，哎呀，你不能做到，这不算是什么试探的，我都做不到。但是对耶稣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试探，把石头变成食物，上衰了。对耶稣来说，耶稣能够行神迹，他是神。你看，所以你看这个大卫王、可能你说，哎呀，如果你读圣经，你知道这个大卫王他是怎么样？他是敬畏神的人，然后怎么样？他过后怎么样？杀人放火，包括放火杀人，抢人家的老婆，杀了人家的老公。大卫王他是一个很爱神的一个仆人。对我们来说，哎呀，大卫王杀人了、我才不会像他。如果上帝选我做大卫王，我不可能像他这样子。但是对大卫王来说不是不一样，他有王位，他有权柄，他要杀一个人太容易了，所以他的试探是大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大卫王他今天能够犯这个罪，他的试探是大的，他的考验是难的。所以我们没有在那个 level， 我们不知道那个试探有多大。要等到你真的是手上有100万的300万在你的手上 cash， 那时候就知道你胜不胜过了、是不是？所以你没有的时候那个试探是没有什么的。所以耶稣他就是面对这个大的试探。来，接下来我们看魔鬼还带耶稣的量进到圣城，叫他站在这个圣城的殿顶上、对他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耶稣却对他说什么呢？经上又记着说，不可试探主你的神。魔鬼带耶稣进入一个圣城，而且这个圣城里面有圣殿，当时有很多人来敬拜神、那时候他们还不知道耶稣是神，很多人来这个圣殿敬拜神。那魔鬼就带耶稣到这个殿顶站着，他说，那看下面很多人，只要你从上面跳下来，天使突然间跑出来扶着你，全部人就看到，哇、你这个是神的儿子，我全部人跟你了，拜你了、你就成为一个很有名的耶稣。但是耶稣怎么样说？他说，不可试探你的神，不可试探、不可以骄傲。 OK， 然后我们再看耶稣怎样选择、魔鬼又带他上到一个最高的山，将世上的万国万和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，对他说，你若
拜我，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。但是耶稣说什么？撒旦，魔鬼，你退去，因为上帝的时候当拜主你的神，当要怎么样？侍奉他。大家说侍奉他，侍奉他。原来我们从这个经文我们看到，魔鬼也是掌控这个荣华富贵，钱啊钱。魔鬼给人家钱是什么？是为了要让人怎么样远离上帝。但是上帝给我们钱是为了什么？让我们去行善，建立教会，帮助更多的有需要的人。好，今天哦，你有这个荣华富贵吗？是从哪里来的呢？ OK， 我们不讨论是从哪里来，哦，钱怎么样，怎么样用，还是你的选择。哦，那是魔鬼，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？他要用荣华富贵，世界的荣华来买了你的灵魂，让你因着这些金钱地位离开了上帝，到最后你灭亡，到最后你失去了救恩。所以这里的每一位，你们选择什么？哦，怎样用你们的钱非常的重要。哎，你不要以为，哎呀，我一个月薪水6000块，是因为我很厉害赚，所以我可以乱来哦，不是吗？上帝给我们的荣华富贵金钱，真的是要好好去使用。哦，一个不会用钱的人，上帝给他这样多钱是什么？你明白吗？啊，一个拿钱来乱花，你会给他吗？你会把你的产业给他误会吗？上帝是这样的上帝，所以你要上帝祝福你，在金钱上你要忠心，有奉献的时候奉献，该用的用，不该用的就不要用，能够有能力拿出来奉献，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。所以见主面的时候，上帝不会问你，哎呀，你赚了多少钱？你有赚到500万吗？没有，上帝会问你有没有给500万？你明白吗？而上帝就是这样的上帝，上帝就是要这样的上帝。感谢主哦！圣经也安慰我们说什么呢？你有足够的能力做选择。大家说，你有足够的能力，你有足够的能力做选择。上帝要我们选择他的道路，选择他祝福的道路，他也会给你能力。那选择哈，很多人不明白什么是选择。其实选择是有权柄的，是有能力的。你选择了，你就领受，你就得到。你选择遵行神的话，你选择祷告依靠神，你的生命就会得着。今天人所谓的选择是什么？哎呀，我喜欢红色，我选；我喜欢白色，我选；我喜欢去这里，我选。啊，不是，是不是这样子选的？上帝有的选择是有能力的，能力的，而且你的选择会决定你的命运。你选择信主，哇，将来一定得到永恒的生命，你的后代要蒙福，你的事业、你的家庭、你的孩子、你的一切要得胜，所以选择很重要，选择很重要。告诉你旁边的说，选择很重要，选择很重要。这个字哦。那虽然人有命运哦，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做选择。圣经告诉我们什么？今日，我们现在读好不好？我今日天天恨你，向你做见证，我将设置祸福的名在你面前，所以你要奉献生命，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以存活，且爱耶和华你的神，听从他的话，遵靠他，因为他是你的生命，你的日子长久，也在乎他。可以到这里了，感谢主。上帝呼天唤日，呼天之唤日，呼天啊，呼天，对，呼天唤地哈，呼天唤地，很迫切的意思。喂，孩子啊，我向你做见证，你要我将这个生死祸福放在你的面前了，所以你要选择生命。如果你选择生命，你和你的后裔一定可以存活蒙福。所以你还要怎么样？爱你的神，听他的话，
靠他，因为你一生的生命，你的日子长或者短，长久都在于他。你要选择这个生命的道路，上帝给我们选择这个生命道路是一个得胜，是医治的道路，哦，是一个释放的道路，是一个得胜的道路。上帝给我们生命，给我们机会，所以我们要好好去选择。而且我们是怎么样有能力的？圣经说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耶稣呢，他把生，什么是生死，什么是灾祸，什么是福，他清清楚楚告诉你。所以你不要说哦，不懂，我不知道，我没有听过，我没有读过这个经文。上帝已经清楚告诉你什么是灾难，什么是生命，什么是福气，怎样得到福气。上帝已经告诉我，所以我们是足够有能力来做这个选择。所以今天你选择什么呢，弟兄姐妹？你选择耶稣的道路，我告诉你，一定得胜。你要坚持，虽然这条路不是说很容易走的，但是其实当你走下去的时候，这条路是怎么样？是宽又得胜。哦，圣经怎么说？我们看，大家一起读：有引道有声，引道有声，那是窄的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是的，去永生这条道路，它的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、找到的人也很少，很少，甚至说很少，很少。因为你选择信耶稣这条道路，有很多东西你要牺牲，有什么？有许多罪的东西，你不可以讲，不可以说，不可以看，不可以听，甚至不可以去，有很多是这样子。去永生的道路就是这样子。所以信耶稣的人，特别是特别很怎样让人注意，哦，心主的很高的啊，是不是啊？什么啊？这是很明显的哈。所以我在工厂做工的时候，人家看到我说亚瑟来呀，亚瑟来呀，要不然哦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很明显的哈啊。然后他们也会拿你来开玩笑啊，如果你小气不喜欢的话，就怎么样，就被他们切去，哦，不是啊，不然我不是心直，是吧？妥协了。所以会有很多的挑战，弟兄姐妹，会有苦难，会有家庭的问题，会有金钱的问题。不过这一切你要知道，要清楚，是人因为选择的问题带来许多的灾祸，不是上帝故意让你没有钱用，不是上帝故意不医治你，不是这些病痛、这些问题，都是因为我们祖先哦留下来的咒诅。所以今天我们还有机会吗？有，我们可以选择信耶稣，来到他面前得胜。圣经在告诉我们什么呢？你们要进窄门，因为引道灭亡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进去。这里有多少八千？是上去，哦，不如意外啊。不过圣经的确告诉我们，进去的人很多，他们选择世界的道路，他们选择爱世界，所以他们道路是怎么样？最后是灭亡的，不能够得到永生的生命。所以选择在于我们。我们虽然信了主，靠着信心得救，不过我们还是要选择走这一条永生的道路。虽然难，但是不要紧，值得，因为我们必看到上帝的荣耀，必与上帝同在。所以我们手上有这个选择的自由。虽然命中注定人人都有一死，而且死了还要面对上帝的审判，下到阴间。每一个宗教都告诉你死了一定下阴间，包括基督教，但是他们没有给你方法，他们告诉你你自己救自己，你做多一点善事自己救自己。除了信耶稣，耶稣告诉我们什么？他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他已经洗净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下阴间的咒诅。今天我们用信心来到他的面前，我们就可以得救。只有基督教有拯救的方式，有去天国的道路，去永生的道路。所以今天我们好好的选择，
那在美国啊，有一个父亲啊，有一位父亲啊，他是很喜欢喝酒，哇，每一天喝到很醉很醉啊，甚至怎么样，喝到酒精中毒的那一种啊，喝到孩子家庭都不顾的那一种啊。这个酒鬼呢，他有两个孩子啊，这个两个孩子呢，过了不久就一直长大，一天一天的长大，一天一天的长大。那么大儿子呢，就有自己的家庭，小儿子也有自己的家庭。那么就有一个心理学家去探访这个酒鬼，就知道他的父亲有这个问题，然后他还有两个孩子啊，所以这个心理学家就去找他的大儿子。所以他去到那里的时候，发现，大儿子不错耶，也没有酗酒，也没有什么坏习惯，很爱他的家庭，努力赚钱，哇，然后他又这个心理学家又去到另外一个小儿子的家，一进去就闻到酒味了，酒的味道，原来小儿子呢像他爸爸这样子，喜欢喝酒。而且家庭也不顾，所以你看弟兄姐妹，这个心理学家就做一个报告说，虽然是同一个父亲，但是出来的孩子是不一样的，一个是选择不学他的爸爸，但是另外一个却喜欢他爸爸的样子，学的他的爸爸，被他的爸爸影响。所以其实，为什么一个好一个坏，在乎人的选择。你有三个孩子都信耶稣了，就是第四个，有四个孩子，三个信了耶稣，这是最后一个怎样都不信，气到这个母亲半死了。三个信主了，主啊，我也相信你嘛，我的三个孩子也相信你嘛，有信主还有去教会很爱你，为什么最后一个孩子就是不去，就是不相信，是谁的问题？上帝的问题吗？不是上帝，是那个孩子，他自己的选择，人选择的造成，不是上帝不爱他，不是上帝不听你的祷告，是人的心僵硬，不听神的话，选择这样的道路。所以你看，我们都一起活在同一个时代，同一个世界，有一些人蒙福，有一些人蒙咒诅，有一些人得胜，有一些人失败，有一些人得到永生，有一些人下阴间，不同。所以我们的选择非常的重要，告诉你旁边的人说，你的选择非常的重要，你的选择非常的重要。生命记11:26-28，这里讲到，看啊，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面前，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，这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，就必蒙福。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，你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，去侍奉你们素来不认识的别神，就必受祸。圣经已经清楚告诉我们，是上帝告诉我们，他说什么呢？你听从我的命令，今天你要听从而已，遵行的，你若不遵行，就必有灾祸临到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是有足够的能力选择，因为上帝告诉你，你要选择，而不是只是靠着你的聪明。我在读神学的时候，我需要去读那些策略，有什么方式可以使得我的恩典堂教会5000人去读研究，其实读到完还是不会人很想靠自己的能力去做一些东西，证明自己的骄傲，但是上帝给我们的道路是很容易，只要你选择他，对了，到底你不会，你不知道，你不知道怎样，你没有路了，你绝路了，医生也宣判说绝望了，你也不知道了，他读到医生他都告诉你没有路，你要怎样呢？你只要来到上帝面前选择，主，我选择遵守你的话，
我怎么得罪你呢？我悔改，主啊，你把我的问题解决，哦，拯救我，医治我就对了。选择，哦，美国有两个好朋友，他们真是很好的，很阿的，丘阿卡卡阿达丘，很好的朋友。不，这个两个人也是很喜欢喝酒的，哦，也是酒鬼来的。哇，而且还喜欢怎么样？到处打架闹事。那么有一天，他们就约好一起要去喝酒。哇，半路走，就看到一间教会。教会外面有一个布告栏写着：“今晚的讲题是罪的工价就是死。”哦，这个人第一个看到了，就说：“喂，今天我们去教会，去听牧师讲道。”另外一个朋友就说：“哎，神经病啊，去了教会，哦，教会是有问题人去的，去了教会不可以喝酒，哦，不可以女人，不可以乱来，哪里有自由？不要去，我不要去。”啊，十年后，这个不去教会的这个男生成为了杀人犯，终身监禁在监牢里面。10年后，他喝酒，然后打架，杀了人，终身监禁的，在美国。他在这个监狱里面，打开报纸，读新闻啊，他看到他朋友的名，他的朋友啊，跟他一起喝酒打架的那个，他的名字叫做罗巴克利夫兰，当选为美国总统。他看到他朋友，他就在那边马上眼泪流出来哭。就是那一次他没有跟他朋友做决定做选择去听那个布道会，他还是回到他喜欢喝酒的那个环境，他后悔哭，在那边伤心。所以你看，选择，上帝透过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人告诉你，你要选择他的道路。所以今天有机会，你要选择上帝的道路，一定得胜。一个成为总统，一个成为杀人犯，没有人想要杀人，是不是？不过这是那个环境和魔鬼的作为，使到你这样子做。有谁要跳楼？可能你说我才不会去跳楼，我这样傻。但是你不要讲哦，那个环境还没有来，那问题还没有刺，那个针还没有刺到你，所以你说你不会。哦，所以不要觉得自己很厉害、很聪明，要选择上帝的道路，要选择上帝的道路。然而，我告诉你们，就是所罗门既荣不富贵的时候，他所穿戴的还不如一朵花。所以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啊，那些野地里的草，今天还存在，明天就要丢在火里面烧了。神还给他一个很美的装饰，何况你们？所以你们不要忧虑，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穿什么，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。你们所需要的一切，你们的天父知道。那么你们要什么呢？你们也要先求他的国和求他的义，这些东西他就要加添给你们。告诉你旁边说，神要加添给你们，不要忧虑。这世上有很多人用不择手段，要去得到这个得到那个，啊，就算你得到了怎么样，也是有洞让他流出去。所以我们华人就说这是咒诅，所以选择上面道路你不会失败。再讲多一个酒鬼的故事，今天很多喝酒的问题，也是有个酒鬼啊，所以你们不要喝酒了，我讲很多酒了啊。OK， 不要星期六晚上呢去说或者是哪里遇到你，我喝酒。OK 哈，那这个酒鬼也是年轻人，哇，好像还很帅的啊。也是很喜欢喝酒，喝到很厉害很醉，走路都东歪西倒，
正在回着家，喝得很醉回家，突然间听到一个声音，这个声音好像雷公的声音，很大，就告诉他说什么呢？能够节制本能的人就能成功。有谁跟我讲话？不知道，可能他会喝醉吧。然后他就进到门了，回到家了。他就跟他太太讲，哦，有一个人跟我讲这样的话哦，能够节制本能的就能够成功哦。哇，那个太太就告诉他说，一定是耶稣告诉你的，所以你现在要信耶稣，要把你的酒戒掉，哦，不要再酗酒了，而且呢，怎么样，还要奉献，给上帝实际奉献。哦，你就能够成功了。我们一起来依靠上帝。哎，真的哦，这个男生真的是听他太太的话啊。可能牧师跟他讲他不听，他太太跟他讲才听啊。啊，有些人是这样子哦，太太跟他讲不听，牧师就跟他讲才听。OK， 有些是牧师跟他讲不听，哎呀，先生或者太太跟他讲才会听。他真的是听，把他一切的坏习惯都戒掉，忠心行在上帝的道路。哦，以前所赚的钱都花了，怎么办？现在还要行上帝的道路去教会。啊，不过他们夫妇呢，真的是很爱神，忠心来侍奉主。啊，就当有一天，啊，有一天，这个可口可乐 Coca-Cola 啊，知道？那时候可口可乐还是它的，还不是做得很大，很小而已，而且怎么样，欠了很多钱。欠政府钱，哦，这个可口可乐的这个小公司就来找他，哦，找这个酒鬼了，这个酒鬼叫肯德利啊，不是肯德基啊，肯德利，肯德利，啊，所以这肯德利就怎么样，用$2,300把这个整个公司买回来，他们一边侍奉耶稣，一边的拉他们的公司。哇，越做越大，越做越大，越做越大，哇，遍布全世界。啊，就在这个1920年，他把这个可口可乐公司转让给别人的时候，它的价值是$2,000,000。啊，然后夫妇怎么样？就退休了，哈利路亚，去做宣教士，去侍奉上帝，就是这样子。赚了钱啊，哇，好不好啊？然后过后老了去怎么样侍奉主好，哦，好不好，好不好，好好，退休了要去侍奉主。我告诉你，这个世界告诉你们一个很错误的价值观哦，你50岁拿到退休金的哦，你可以去韩尼文俩啊，美国走，加拿大走，哪里去走，这里走那里走，哦，这里买那里买，错了，告诉你，你年纪越大，日子越近，退休的更还是奉主哦，要不然见主面的时候，主问你，你做些什么？哦，没有，我去加拿大，我去美国，哦，我最后一天要死之前啊，我还去到日本了。OK， 不要，让你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，用你的一生的生命来侍奉主，啊，赚大钱也好，怎么样，过退休了。全心啊 ，fire， 信我们的主，依靠他，侍奉他，好不好？啊，这是才是对的哦，啊，这是才是对的道路，啊，告诉你旁边人说，要选择侍奉主哦。好，我们一起站立起来。